真的觉得人间处处有温暖。我这几天早上就是去买麦当劳的时候，那个店长都会免费帮我升级咖啡大杯的。他跟我聊天，他说看我好像很喜欢喝咖啡，就给我免费升级大杯的。然后刚刚我搭车的时候，就是要出来检票口那边，然后我们拿台胞证是必须要走人工的那边才可以扫，然后结果我的网络扫就是跑不，手机网络跑不出来，然后真的等很久很久，不知道为什么手机当掉了。然后那个检票员就说没关系哦，台湾同胞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的，台湾同胞是跟我们是很友好的，然后就说让我先过了。不过我后来还是就是有网络的时候，我又查出我的那个票的那个券，又跑回来给他看，在这里得到满满的爱。